我已经平安回家了。我在2017年，我去了东瀑布，就是那个 Eastern Fall， 在森林里面住了4天3夜。当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一刹那，哇，真的是被震惊的，太美太大了。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到 Western Fall 去看看。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landed at Miri Airport. For your safety,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use your mobile phone is still not allowed until the fasten stop sign above you is switched off. 时间来到5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 Western Fall 去探险。开始我们是用 4x4， 我们早上6:30从梅里开始出发，然后我们的路呢是木山路，如果下雨的时候就很容易打滑。到了下午1点，当天的天气非常的热，然后我就开始 hiking 了，徒步。我有个 guide， 然后我 guide 带着3个朋友，也是跟我们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探险队呢，总共有7个人。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热，非常的晒，然后我那时候那一天我又坐了6-7个小时的车，又再加上这个暴晒，所以我那天我的人感觉到有点晕晕的。哎呀，我看到前面的山路啊，真的是没有力，草又高又多刺，哎，这时候就爽哦。这个整条这个山路呢，我们都是往上的方向在走，慢慢走。水慢慢这样流下来，这样感觉是哇！大概我们走了1小时半，然后我突然间听到瀑布的声音，哇！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那个就是 Western Julan， 虽然在很远，但是我可以听到它的声音，真的是很兴奋。看到的时候，终于可以去了。现在我们走的这条呢是被遗弃的木山路，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一路上我有看到像这个野生的 orchid， 还有猪笼草，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这些植物。我那个做研究的朋友他就知道的比我多，所以每次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会问他。我这次去探险的地方叫不顺宝宝，在那边有2条超级大的瀑布，一条在东边的瀑布 Eastern Fall， 一条在西边的瀑布叫 Western Fall。 这个 Western Fall 比 Eastern Fall 大2-3倍，是全沙拉越最大的瀑布，非常的壮观。
这些有刺的这个植物啊，真的是要了我的命啊，就好像要把我的皮肤啊撕下来这样，一直被它刺到。这边的含羞草也是一大堆，走没两步，我的感觉我的脚里面就有刺，要停下来检查一下。一直走到下午5:30，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我们预定的当天晚上的营地。我的朋友的水也喝完了，最糟糕的是到处都没有水。我的 guide 带我们去拿水，所以我们就开始往下走，走，然后进一个小山谷里面。在那边呢，有一棵，我看到一棵枯掉的一个木桐，然后它的中心是空心的，那个水就是在中间那边流出来。那水在前面那边，在那个挖塘那边出来。哇，有得过的了，可以直接喝那个。哇，笑！我就把我的空瓶装满水。那个水是冷冷的，看起来也是很干净。不过我就没有直接喝，我要等一下我过滤了我才喝。下午6:30，终于到我们的营地了。第一件事情呢，我就提醒我的朋友要赶快把我们帐篷弄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就等我们的盖煮饭，就看着天空，哎，还有星星啊，不错啊。过了没多久，就开始下毛毛雨，毛毛雨过了就下了变成大雨。不过好在我们的帐篷已经弄好了，我们几个人呢就赶快跑去躲在帐篷里面，然后就不怕下雨了，不怕被弄湿。这个是我刚才打的水，我就没有直接喝，然后我有个过滤器吧。然后我也是过滤了这个水之后呢，然后还有加那个chlorine pill 啊杀菌的，所以就比较安全了。啊，所以下大雨，一个晚上就是这样过了。昨天晚上啊，很冷很冷，我查一下，大概有22度，22到23度这样。我5:00起身，那时候天还没亮，然后我又想再多躺一下。那时候我就想，哇，如果我现在能够喝一杯热热的麦乐就爽了。然后早上6:00，我的朋友跟盖都陆续的起身了。你看吧，我就是吃了这两包快熟面，然后我再用我煮面那个锅，然后就泡一碗，来泡一锅的那个麦乐喝下去。所以因为今天我要赶路，所以我需要多一点能量，我就尽量能够吃饱，我就吃饱一点。早上还没有赶路之前呢，然后我的 guide 他们就先把我们的饭煮好，
因为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半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因为昨天晚上下雨，所以我的帐篷是湿的。我跟他收拾好放弃我的背包之后呢，哇，可以感觉到我的背包变得更重了。之前我称了一下，在开始的时候差不多13公斤，我看今天应该也有14、15公斤了。等一下多数呢，我们还是要往上走，因为走到高岩上面了。你看吧，这个下雨过的早上，多么多雾啊，很美哦。这些雾被太阳照到的时候啊，真的是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开始往这山脉走，我的 guide 在前面呢，他就帮我们开路，然后有些比较难走的地方呢，他就用一直用他的那个巴郎来砍，这样我就比较好走一点了。不过还是跟昨天一样，这很多刺，很多这些高高的草。可以听到瀑布的声音了。然后跟在我盖这些后面呢，都是他的那些朋友，我们的那吃的食物啊，煮饭的锅这些啊，都是他们背，他们力气真的是很大，非常感谢他们。常常进来山里面打猎，所以走这些山路呢，对老背这样重重的，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平常的了。我自己也是有走长途。然后每次我走长途呢，我也是背得蛮重的，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也是习惯了。我给啊 ，OK， 等着你啊 ，OK。包我，我都麻痹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哇，你看这个叶子会美了吧？
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品种，很漂亮。我这个两个朋友他们是喜欢看植物啊、昆虫还有动物，所以他们研究了很多这些东西，拍了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哇，想到等一下可以看到竹篮瀑布啊，哇，我就越走越起劲。有时候走得太快啊，我的 guide 还叫我 slow down slow down。这只树枝呢是干的，如果是青色的，你砍开来的时候，它里面会有水可以喝，所以在山里面没有带水呢，就可以找像这样的树木砍来喝它的水。你格林啊，大的哎，你格林大的哎，是的，它不动就不了解了，哦，很重要。在这里一段已经不是原始森林了，几年前木山公司曾经在这边砍过树，好惨的是后来森林部他把这里变成国家公园，变成保护区了，所以那些木山公司呢不能够再进来砍树，就是因为这样这山路才被荒废掉，就生满了都是些草，如果没有被禁止，这些树木都会完蛋掉。
哇，反正你看那个瀑布，那个水这么大哦，哇，距离瀑布还有几公里的山路，但是在这么远的距离啊，我已经可以听到那个瀑布的水声了，很清楚，很大声，可见那个瀑布的威力有多大。进来森林里面，trail 比较好走。继续赶路，现在就是希望，唯一希望呢是不要下雨，不然我的计划呢就要改变了。希望菩萨保佑我哦。啊，反正你看，这是我的咖喱饭、卤午餐。我们走到差不多11点多、11点半，我的guide跟我讲他肚子饿，所以我们大家都停下来休息，要记我们的那个五脏庙先。在森林里面可以吃到咖喱饭的，真是最爽的了吧，很好吃。吃饱，开始走了。哇，这个大树啊，好彩没有被击倒，不然就可惜了，真的是很大哦。然后这个这具尸骨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动物来的，又不像蛇，又不像猴子，奇怪。哎呦，我这个可怜的盖，他背的真是太重了。他虽然是有点顽皮啊，但是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那个盖，很不错了。说努力。哦。Ada orang duduk lah, goyang lah. Kursi kan pun tahu. 还是这个叶子有毒，它吃了它死掉。嗯，奇怪。
有水耶，下面。还好你没有拿上来。哦，现在的水越来越多了，不怕没有水喝。几时要再加我们的水都可以。今天晚上呢，我也有水冲凉喽，所以等下来我们停下来加水，然后就要继续赶路。这个水很清，可以 refill 了。下雨了，嗯。看一下有没有leach。下午两点，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营地，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休息了，因为我们要继续赶路嘛，我们还要继续去那个瀑布那边，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背包放下来，然后我们继续赶路，所以现在我们要直奔到那个瀑布那边去，往那个方向走。这里，哇，这里的山路崎岖啊，上上下下的，石头又大，苔藓又多，也是有很多溪流，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是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那个 Western Julan 瀑布，它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不过给我的感觉呢，就好像永远都走不到这样，只能听到瀑布的声音而已。到处都是溪流，这一项很多水，我们 camping 那一项没有水，我们昨天晚上的那个 camp 那边没有水，这一项很多水。
talaga slow dari kami orang itu. Bukan kita pikul, Pak. Ya, ya. Itu orang, itu masa kami tidak bawa barang. Bawa kapau sendiri, bawa air sendiri. Itu sejak jalan. Sudah tengok, balik lagi pergi ke campsite itu. Kalau kita... 看吧， 这里真的是很潮湿啊， 有很多这些大大的石头， 我是比较担心会踩到一些比较松的石头， 然后滚下去砸到我后面的朋友， 所以我走的时候我都是步步为营的， 小心地走。 这里的水质也是超级的多， 我的手啊， 我的腰啊， 我的脚啊， 到处都是被水质染。 然后开始走的时候呢， 我还很勤劳， 我还没去弄走， 啊，我运气风有来弄了吧，但是我现在，我也是累了，我懒得去弄了，就让他们去吸我的血了。哇！ 瀑布真的是太大了，然后你看，沙拉瓦，Dulan Waterfall Western，等一下我就要去瀑布的底下这边，从底下看上去。 Dulan Waterfall. <音>大堆水渍，是要查查一下，看脚那边有吗？身体有吗？ Mossy Forest 长满青苔，这一带都长满青苔，变成 Mossy Forest。 天啊，你看，这个瀑布真的是大到哇！
无法形容啊。这种大型的瀑布，这十多年来我真是看得多了，但是这样超级大的瀑布，我真的是第一次啊。到了，到了 ，Western Julan Waterfall， 很壮观呢。现在我要下去，太壮观了！哇哦！还有一段路要走，那个雾啊，太美了，太美了。
Congratulations.那天晚上呢，又下大雨。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看了那个瀑布，我们愿望实现了，我们太兴奋，所以我那天晚上一直睡不着，一直想到刚才下午看到那个瀑布，翻来翻去。那天早上还是下雨了吧，所以我本来是计划要去。另外也是去 Istanbul， 带我的朋友去那边做研究一下，拍照做记录，但是因为一直下雨，河水一定涨高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就取消这次要过河的计划。但是雨还一直下个不停，我的两个朋友他们就在我们的营地那边休息，他们就准备做拍照做记录，然后我呢就跟我的 guide 还有他的朋友就开始往上走了。我跟我的 guide 还有我 guide 的朋友，我们就一起爬到更高的那个高岩上面，我们去看看一下。但是那个雨一直下个不停。这个呢，在1980年代，就是在这个高岩上面，有一个计划是叫做百万俱乐部 （Millionaire Club）。这里要建旅馆呢，要带人来打猎，要度假，但是因为最后经费不足，所以那个计划泡汤了。对我来说，这个是冥冥中有注定的好彩，所以这个森林呢逃过一劫。
Welcome to West Yulan. 哇，往上走的这段道路啊，哇，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简单。这里有很多苔藓，然后地形也是很奇怪，石头很大，水质更多，很斜，会很斜。因为我们都要去到山顶了，所以要很小心的爬。在那个石头上面呢，有很多苔藓，所以会比较滑一点。我们九点多开始走，大概差不多十一点多这样，我们就到那个高岩的最顶端上面那边。我们到了顶之后呢，我们继续走进山里面。现在这边呢已经是超过海拔1000米，天气真是冷冷的、凉凉的。现在我是在乌孙阿包这个高岩最顶，海拔1050。现在我跟着我的 guide 要去找以前这里他们有一间 million dollar club， 已经被遗弃了，我要去看还有在吗？那个俱乐部。在一个 mossy forest 里面，苔藓森林。还有这个鱼，一下子大一下子小，就是这样忽大忽小的。气候就变成冷冷了，我们就继续赶路。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一台机器。你看吧，这个是一台巨木的机器，美国进口的，所以这个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来的这种废弃的一个机器了。所有这些小溪流，最后就是流到那个 Western Yulan， 积少成多。
高原上面容易积水，所以流下去的水特别多。然后我们又大概再走了差不多两三米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一堆那个屋瓦屋顶 zinc 被遗弃了，然后旁边呢就是一片长满那些野草的那个植物，一片大大片的空地来的，很阔很阔的一片空地。所以那个俱乐部呢也就是建在这个空地上面这边呢，不过现在因为时间久了，那个俱乐部也是回归了那个大自然。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成住坏空的定律吧。这个地方就是 Million Dollar Club House， 现在那个屋子已经不见了，还给森林了，在这个高岩上面那边。我们上面待了一下子，拍了一下照，谈天了一下，最后我们就再回去我们的营地了，再回家了。爸，这里后面呢有个死火山，名叫 Bukit Selidang， 然后很少人去过，所以我想以后有机会呢，我还想再回来这边，去那边看看一下，再去探险。到时候我再跟你讲了吧。这个。